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没错，昨天我们讲到就关于第一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祭物的第一个锁匙，就是我们要懂得与我们的软弱为敌。而第二呢，就更加难了。为什么更加难呢？但我首先讲给你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第二点先？就是原来一个祭司是永远不能够献一个残疾的祭的。嗱，呢个我相信每一个你翻石安几年就已经知嘅，因为听个旧约嘅祭啊，你就知道旧约有几多嘅祭司，有几多嘅次数系神责备呢一啲嘅祭司咧献有残疾嘅祭。而当时主耶稣嗰度用鞭子去赶走呢啲卖牛羊鸽子人，原因都系因为佢哋系献有残疾嘅祭嘅。所以其实主耶稣系唔可以啊，将一个有残疾嘅祭咧去献俾神。但是问题要成为一个祭物好定坏呢，就是我们选择，因为主耶稣只是揀好的祭物献给神的、okay? 但是你自己用有生之年去选择自己一个毫无瑕疵玷污皱纹的基督徒，定是一个充满残疾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第二件事，就是你要主动攻击你的弱点。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人简直很陌生，好陌生的原因就是未听过不特止，并且呢更加就好多时一生侍奉又好，或者是信主又好，即使是相反的，完全相反呢样嘢。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是保护我哋嘅弱点，而唔系话攻击我哋嘅弱点嘅、啊。但我发觉原来当我哋呢刻意去做呢样嘢呢，你要发觉呢你嘅身份同埋处境同埋立场呢系唔同咗嘅。呢、这个就系好有趣嘅，就系、是原来在我侍奉和信主这么多年，这个我发现就是原来当人 去在他的生命当中内里去选择这个方向的话，原来连他的立场都变了的。因为原来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弱点的话，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呢是很抽象的，但它又是存在的。而这个立场当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干犯或者撩起，又或者是让我们的弱点受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哇竖起晒啲箭㗎啦。但是反转，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个攻击我们自己弱点的光景的话呢，那不同，我们甚至会同一些我们以前不会联手的人呢一起联手去攻击我们的弱点，而并且我们很容易去见到呢人家的好处的、啊。我们很容易去从人家身上学到一些好的东西。我哋容易喺身边任何人身上咧，都会见到佢嘅优点嘅。嗱，但系调翻转，如果我哋系保护自己嘅弱点嘅话咧，我哋就唔同嘅。因为我发觉越中意保护自己弱点嘅人咧，佢差唔多秒秒钟啊，都会撩人哋嘅错处、人哋嘅软弱、人哋嘅唔啱、人哋嘅不配、人哋嘅唔掂嘅噃。你发觉真系会有啲咁嘅人喎，你会睇到直情咧。你见到这两种人，你会看到他们是很完全不同的立场去采纳。我见一些人他很直棒棒、啊、很一类、啊、开口得罪人、啊、但是你发觉他见亲人跟人讲话，句句说人家不对、啊、这个人不对、啊、又不抵得人家做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人在内心当中，因为他自己的选择呢，他已经是选择了一个错的立场，这个错的立场就是保护自己的弱点了。所以他容易见到人错啦，见到人不啱啦、容易怀疑人啦，甚至人家一帮他或者是指正他的时候呢，哇，他即刻竖起晒啊，会攻击你啊，咁样。甚至会给好多自己的藉口，而他不知道这些藉口已经将他自己摆在一个立场当中，他不知道的、啊。即是好像有时候辅导一些人去教一些人啊，即是他分享啊，其实他这样你可以改的。这样你可以这样做的。他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呢，这些人的立场是怎样的，他都是这样的，我够见过一些领袖做这些事、啊、为什么要我做、啊、或者全职在这点当中都做不好、啊啊。你会看到这些人呢是尽量找身边最差最差的个案呢可以成为他的藉口的。为什么这些人会采取这个立场呢？他找最差的个案做藉口的。啊，如果你叫他做一些行一些真理，他会找一个最懒的人做一个藉口的。
就是佢都咁做咯，咁点解我要咁做？嗱，佢完全唔珍惜人哋俾一啲嘅提示佢啊，一啲嘅帮助佢啊，而人哋俾嘅矫正咧，佢好快就会反弹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呢个系人常有嘅机制咧，就系、是、会保护佢嘅弱点，同佢嘅弱点一齐去联手咧，去揾藉口。嗱，依呢个藉口点解会咁做呢？其实就算你唔同呢个人倾咧，其实呢个人自己内心当中不断都系讲紧呢啲说话吓。点解咧？因为佢使佢嘅弱点咧好过啲，佢使佢自己里面嘅罪疚感咧，用一个错嘅方法咧去消失同埋平复。原因就系呢个人好姑息佢自己嘅弱点到个阶段咧，佢甘愿过一生咧都系一个有残疾嘅人。但是当然如果任何人想成为有残疾的信仰，这个不关我事。但我现在在这里只是讲出，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没有残疾的祭献给神的话，那我们自己要处理。我们不能够依赖人家去处理，又或者甚至人家处理的时候，我们直接将人糟质到呢，简直是无地自容。我讲的就是说，你究竟有没有看自己成为一个活祭呢？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你有没有想到将你自己的人生去献给神，成为一个活祭呢？会有的话，你的瑕疵玷污皱纹应该是由你主动去除去，而不是为人家去帮你除去的时候，你同人反目成仇。那你能够想象你的瑕疵是多么大呢？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常期望让真理与我心思责备，真光照照我心，让我敞开心谦卑。神奇妙话语真理，使我心事品尝细味。秋去春至，白昼深宵也念记。神藉话语永揭示权能，立众星创天地。我心常颂赞神话语显智慧优美，奇妙话语最奥妙完全，如谦卑如美，常令我心服敬畏，传扬我每日每刻常念经。